九点半，我刚回家，新换的工作感觉有点不适应，还是迟钝，想和这世界总有着时差。那个声音又像极地醒我一切的致命，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？大概是十年前那个下雨多梦的夜里，直到他消失才发现早习惯了。就在那天，我突然梦见十年前的自己，就像是做了个永远都做不完的梦，只记得那个灯也有刮不完的风，远处轮廓身影穿过裂缝，音乐能触碰我沉浸里的颠簸，若你能看见灯火，如果有如果，我和你一面，如果有如果，告示在夏夜，那个怯懦的我，用尽全力的我，会扯紧这绳索。我想回到那年高三，拥挤的街边问自己，为何明明舍不得却没勇气问住你。我想回到大学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，那些蹩脚的指点他们总爱说。我想回到初中让自己对爸妈别再傲慢，幼稚的世界观在脑里解释我的重担。我想告诉自己从今以后别再那么傻，爱你的总会在，恨你的只会觉得假。我想告诉自己面对施暴就别害怕，告诉自己当个孩子爸爸去就强大，告诉自己那天一定要给外婆打个电话，看看今年准备好的剩下能不能别走了。告诉我你心中，告诉你我能否拥有。如果有如果，我想要回到了小时候，让你别放弃因为枯燥的路线。我想告诉自己别害怕走过去的路，故事还没开始就被抹上无尽的路。我想为了大家打算用带进去的自己，不是只有终点才能让你感到刺激，曾经也轻易要带一些让自己和体检，曾经多打一些电话把别装了他们一人。我想告诉自己别再卑微，我想告诉你亲手那些黑暗不是你的错，要反抗要看看觉得就是你的弱。我想很多说如果没有如果，是否未来的作业都还会先当初我经历的所有选择，听到的心很重。可如果没有如果，我愿成为你唯一的祝福。放手或交割，你会如何选择？如果有如果，我和你说或是沉默。